哇，抖音今天好淑女啊！因为要去过情人节。是不是日常要干个杯呢？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我想先吃这个，它是安第斯米亚。给你。我点的是五分熟，我最喜欢的肉质就是五分熟那种嫩嫩的口感，还带一点点血。来，你切一个。好吃吧？这个略带海盐的香味，然后。反而上面有迷迭香的味道，就特别好吃。今天就安静的坐在你对面，可以一起吃饭。果然，我觉得过节的时候就应该吃点牛排，比较浪漫。我吃的是五分熟，所以你吃的是几分熟啊？所以我们很配。吃薯条吗？给你一根薯条。今天是来约会的，所以我声音好小。你是不是想在我面前装淑女？多一王朵一，你自己吃就吃，你为什么要网友要粉丝背锅？装淑女。那我现在要吃个鳕鱼，看一下这个鳕鱼，好风情啊！摆盘它是很好看的那种鳕鱼，它不用切，就直接可以吃，一层一层的。这个鳕鱼煎的比较好，肉质也很嫩。外面一圈还有小脆皮，这个酱是青豆泥，给你们看看。感觉这边的配菜它比较漂亮的那种，是我喜欢的风格。吃个西兰花长身体，冰激凌要化了，给你一个巧克力的，喜不喜欢？那我就要草莓的吧，我要吃一个甜甜的。今天跟我的衣服好搭呀，都是粉粉的。要先吃点东西。怎么约会都止不住我是一个吃货的本质，那我先吃个虾吧。哎，这个虾看起来好乖哦，因为它没有壳，是剥好的。给你一口。这个虾也是会有很大的迷迭香味，但是不会是那种平常吃到香料的很浓的，是会让你有感觉，毕竟今天约会嘛。你下一个菜想吃哪个？你想吃这个黑黑的？你也想吃这个？哇，默契满分！喝口冰淇淋再吃。我突然觉得这个墨鱼的香肠感觉就跟普通香肠一样，几乎闻不到它墨鱼的味道。但是吃到最后可能会有一点点，很少。你觉得今天我来带你的吃的这个地方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浪不浪漫？开不开心？这个环境真的是运气棒，我们待会下去喝个茶，这是好贵啊！浪漫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更女富。我们来吃个芥末的秋葵，哦哟，还掉汁呢！吃秋葵的时候我就拌个饭了，点了一个松露烩饭，哇！来，舔你一口，是不是还很好吃？它的奶香味好浓啊，然后加上松露，我觉得松露是很养人的哟。来，我也再咬一个。番茄牛肉汤也很补，但是很好吃，我很喜欢番茄跟牛肉的味道。番茄的味道好浓啊，感觉不像只是炖了番茄那么简单，感觉像是加了番茄酱一样，还蛮好吃的。虽然我不喜欢吃番茄，就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变态喜欢吃番茄炖的东西啊，番茄炒的鸡蛋啊，但是不吃番茄，只吃鸡蛋，吃那个酱的味道。来，我们来干个菜，我小可爱。这菜真的很健康，是我最爱的健康的。
着和你说再见。那我们最后吃个甜点，饭后小甜点。我觉得我们吃这个的时候可以再去吃一点甜点。吃过女友也是醉了，是不是？你不会被我吓跑吧？不会吧？这个是提拉米苏，给你一块提拉米苏，带你走，跟我走吧，跟我走，就是啊，我们去。啊，感觉这个好甜呀，比较适合今天的我呢。你们有发现吗？其实男生都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，感觉男生喜欢吃哦，只有女生把水果切好，或者妈妈把水果切好之后，男生才愿意吃，不然的话，我宁愿吃很多肉，也不愿意吃一口水果。开心吗？开心。那我们还有下一次的约会吗？好，那跟我走吧，拜拜。